今天给我吃。姑姑剥花生给奶奶吃啊。我就想买一朵。有时只需要一分钟。哎呀，这个是煮的比较软烂的花生哦，奶奶的话就可以吃了。这真气，奶奶，哎，这真啊。有时我打个大鸡笼丝呢？鸡笼丝是在鸡笼吗？鸡笼鱼。鸡笼鱼哦，在鸡豆的。奶奶。外海哦，啥意思？外海。奶奶啊。奶奶。奶奶。OK 的，今天是2021年的4月25号礼拜天。奶奶，来，欢迎。阿姨，你咋不开房？今晚开房。我煮好豆，煮好豆是白饭的呀。我是啦，煮好豆我捌提过呀。我们。我是免费。哇，我是一间有去啊，啊，第二一组你有去。你好，圣人性。像那些话，那些话，基本上都是不会来去教育啊。你看人家